欣怡合作過嘛，啊唔係兩個都合作過。欣怡近期啲宣傳係 Not Afraid 我同欣怡合作 ，Uber 啦，茶樓 ，MC Jin 啦，梗係莫名思、莫美欣、莫名思啦 ，Facebook 作文啦，去旅行唔見咁手機 ，Black Mirror。咁梗係肚屙啦，即係完全冇得做肚屙，仲可以夾硬頂住嘛？即係你起碼有機會唱到，你明唔明啊？即係你屙到盡，你盡快屙，你失聲係完全冇機會做到嗰件事係，你係零機會喎、啊。其實麥唔好嘴嘅我啲歌 ，Hannah 啦，正咁多，即係女嚟噶嘛？心計有落心油啊，好似係嘛？新嗰套，咁啊梗係心風計啦。但係做咩角色先？太監如果話，如果係太監咧，我都係花花做愛回家啦。咁我覺得。太監咯，哇！你啲咁嘅問題夾硬嘅，咁梗係太監啦，都仲叫勉強地，都仲有個男兒身，我唔使攝兩個空戰落去先啦。梗係高拎啦，佢出去揾錢咪得咯，點會窮一世啫？我窮唔緊要啊，佢去揾到錢翻嚟，我咪唔窮咯。佢拍 TVB 噶嘛，梗係做政協啦，愛國愛國，千祈唔好 ban hip hop 嚟，唔緊要，唔好 ban 我。哇！簽到撲街啊，我覺得自己。I'm not afraid no more 努力过期待过徘徊过等待过一切痛苦的经过令我害怕面对结果感到气馁无助终日在惶恐中度过离合仍未清楚伟大的航道会否顺利通过我找欣怡合作之前我知道他们公司 和大台不啱的我不知道所以我很多人都不会了解就是我做音乐或者我找的合作单位从来都不会是因为他最主要是因为即我不会因为他知名度衰啲咁讲即使我找了他们不封杀的单位亦都不见得我的歌一定会拿冠军啱唔啱先首先第一样嘢先我从来即觉得我自己不是一个明星嚟嘅即你如果问我呢我觉得我 最好的地方就是我好清楚自己位置在哪里即有陣時候我講，當我自己話自己半紅不黑啊，我都覺得尷尬啊嗰啲嘢。我係咪真係叫半紅呢我個半喺邊度？即係你等於落街啫嘛。你落街問下邊個識 mastermind， 可能你要問僆仔十零個有一個，你明唔明？但係我做咗咁多年，大佬你諗下我 feature 咗啲咩？我 feature 咗陳奕迅，我 feature 咗鄭秀文噶咯，已經即係我仲有好多歌手 feature 過噶咯。咁都係咁樣，所以你叫我話我自己係半紅不黑，我尷尬。我唔知點解咁講。恩星我覺得有陣時都尷尬，我哋叫暗星。暗里地发少少光，恩我都称唔上。都姐，都姐我都未见过啊！自从农夫之后，当然有你哋都会了解一下，究竟啊，你又会唔会想跟啲都姐做 shopping 咧？即系我只能够讲，我都姐人生就系见过一次。我哋喺嗰阵时候做，嗰阵时候佢同阿詹佢哋阿卢做口水浪花噶嘛。咁隔嗰次做訪問見過一次咯，幾年兩三年前噶啦都。咁你話我點樣再揾佢 shopping 啫？係咪先？都姐教 rapping， 我就有希望可以揾下我啦咁樣。我住梗係租啦，梗係租啦，地方就唔好講啦。總之我自己租地方住咯。咁又唔係，正常間細細地嘅正常人住咯，三百尺到咯，$2,000咯，我就冇辦法負擔嗰啲幾萬蚊嗰啲噶啦。即係我諗，當然係你問我做香港做 rapper， 你去到買樓買車係唔容易嘅，真係唔容易。咁我哋都唔係冇例子嘅。咁你會見到農夫佢哋而家應該，我唔知有冇樓啦，但我見佢哋有揸車啦，起碼係咪咁樣？咁即係都有，但係真係唔容易嘅。咁我自己本人當然係冇樓冇車啦。咁亦都好希望有 sponsor 啦。你唔好聽人哋拗樓嘅 sponsor。Hello 長實你好，我係 Master Mike， 我可以幫你 rap 一隻歌，可唔可以俾個折扣我？